跟大家更多的分享了我的生活、我的工作。每次其实发微博的时候，都可以感受到我的爱丽丝们，还有网友们对我的支持、陪伴和鼓励。所以我希望在新的一年，大家都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也身体健康。谢谢。